Honey， 嗯，下个月哦，咱公司迄个珠宝展，我想要甲参展的位置哦，搁加大一倍。哦，好啊。啊，对了，这参展的主题，你有什么款想法？哦，企划部那边哦，有提两个提案啊，啊，咱位内面选一个就好啊。好，我正个代志就交你来处理啊。对了，这业务部给我资料后，两面看起来，北部的业绩有较稳定啊，所以啊。我想要开始发展中部的部分，你感觉安怎？真好啊，也毋过你敢有时间去看位置？对吼，嗯，我即摆是去招，挂起来就满的。可能啊，要加一寡无较重要的部分，提掉的，搁慢慢安排啊。谢谢啊。都是这些林志文，你是现在阴魂不散。这也是什么物件？囝，我即摆去找伊，变莫讲咧口口底下。免啊，安尼，咱就莫插伊，咱是无伊咱的代志啦。敏啊，告诉公，你要莫管这个代志，我听你的。啊，不过你也答应我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拢一定要跟我讲。我无希望你有任何危险。这你放心啦，我会保护我家己的。嗯，对啊，我物件肯定在办公室，我去提，等我一下。嗯，好。妮娜，妮娜，妮娜，我知道你做无闲的，啊，不过你敢会当给我几分钟的时间？不用这样，你若是要找我开讲，是闲钱。卡叔是要替林志文讲钱，就莫怪我，无时间也无礼貌。我唔是来替志文讲话啦，我是来关心你的。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你甲志文即卖什么情形？不用这样，带了你过去真甲我照顾分享，我今仔会甲你讲好白。我是超工，予林志文感觉我佮意，佫有机会斗阵。我毋过，另外我感觉足无意思的，我无想要佫演落去啊，所以我就予伊死心，就安尼尔。你哪会变安尼做啦？你为虾米资格质疑我？当初我欺山落魄离开林家的时阵，恁敢有对一个人来找过我？林志文的个性。我想了解，拄着代志，敢若知影相片。伊敢有想过，我嘛需要支持，我一个人面对失去两个囡仔的痛苦。啊，伊咧，伊林志文，伊咧必定因兜做伊的大少爷。你敢有想过我是安怎活落来？啊，毋着好佳哉，我面哪有够坚强？我毋若活落来。我甚至过得比别人搁较好，安怎？即摆看我需要友情啊，就想要约我回去啊？你哪安尼讲啦？林家的人对你袂歹啊。我知你的痛，无人会当体会。啊，不过你用这种手段来报复，你敢真正会欢喜？伊当阵林志文要来找我，我着救出，我绝对要让伊知影。我的痛苦，你看，伊即马身躯边，还阁有汉子时代甲朋友家关心，恁敢有想过，迄当阵我敢若有我一个人？每一个人拢有缺点，我相信志文本性善良，伊嘛足爱你。啊，在婚姻当中，本来就做一个所在，需要互相配合。虽然恁无会做伙。你嘛无需要安尼做啊！是啦，你勇气，你讲了真有道理，讲了真对。要不过我的个性跟你无同款，别人对我好三分，我会含伊十分；别人若是对我不义，我嘛绝对袂忍心。别怪啊，来过林志文成长的环境，伤过单纯，伊毋捌人性。你放心啦。伊会感激我，
替伊上这课。既然你拢讲到这么绝啦，我嘛唔知要讲啥。啊，不过我苦劝你，你爱放下，啊，无你袂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好啊，美凤姐啊，我无想要搁听什么大道理啊。至少我即马过了比迄当时搁较快乐。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去啊。米娜，米娜，美凤姐啊，你看米娜，米娜真正变啊。咱即马讲啥拢无法度改变，我看伊甲志文是无可能。我即马上烦恼的人是志文，即届伊真是足伤心的。啊，咱即马是要安怎转去甲大家讲米娜的情形？拄只米娜讲的话，我都有录起来啦，回去放给大家听就知影。